我是雪天开。今天我们介绍我的这个弟弟啊，这个是，接下来就是教大家怎么做抽奖机。抽奖机就这样，要是怎么样呢？首先你一个矿车哦，然后你按这个压力板，你跳到这个压力板上，跳到这个压力板上。那放在铁盒上，然后你的那个物品就那个抽奖就会掉下来，看啊，好酷哦！好，继续抽，抽两次就好了。哇，就是这样啊！哇的，我好幸运哦。好，这个怎么做呢？我先你看到吗？结构就这样，就这样而已哦，就这样哦。你一定要用0.14.0，你也可以用电脑版。其实我只是改装一下而已的。我那个有一个，是不是要用一个动力铁轨？对，动力铁轨，然后这个啊，压力铁轨，这个现在更新有 bug， 你看哦，就还有 bug， 我就用那个半线钩来做这个抽奖机，绝对会成功。成功了，就是成功。好，这个会宕机哈，千万不要用这个哈，千万不要这个。好，我是指0.14.0啊，因为不是指电脑版没有这个 bug 嘿。好，这个怎么做呢？首先，铁轨铺到上面，在下面放一个红石火把。然后就捋捋捋，然后这样就抛上去，之后它碰到的那个管线钩，它就掉下去，也行不行？这个掉下去之后，矿车就会掉下来的，然后触发到这个那个什么管线钩，对，然后这个后面装置的是要把这个管线钩的后面放红石，然后再绕到这里之后，放下之后再把发射器朝向另外一边，朝向哦，就朝我们这边出来，到这边来看一下，我用一下，看一下，我已经没了，就朝向这边，嘿，朝向这边哦，然后用完之后呢，你再把你的东西放在这个里面，这个连的这个发射器里面，对，发射器哦，不是投石器哦，是发射器哦。好，你再把随便一个东西都放进去，好，来，然后你就可以用了。还有一个装置啊，这个我自己做的，我可以不用做这个、啊。这个就是半线钩这里嘛，从这边连到这里，然后这里下面然后的红石灯，这样，对，过来，然后再用半线，不是那个矿车，把矿车放在等一下，这个还没哈，这个就是下面就是这个延长到这里，就是那个红石火把已经没有消失的话，这个就像这样，然后你就后面放一个压力板就可以了，就这样。等一下我下一集就会做教学，这点只是预告而已，看一下而已嘛。哇，好烂，继续啊！我抽10抽，现在第二抽。好，第二抽是什么呢？第二抽是骷髅头。头面具，然后第三抽，哦，真快啊 ！OK， 第四抽，真乱，什么东？第5抽，哇、哦，好烂！第5抽好烂哦。第六抽，然后是正面。不是，又是锤筒，好烂。第7抽，我又是水桶，
好北蓝。第八抽，拿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没有啊，哎，啊，再来一次、啊，第九抽吗？第八抽，好，第八抽啊，好，刚才那个越过，刚才那个怎么没出现的不知道，好，这个也是第八抽，刚才那个不见了，不知道干嘛的，嗯，哎，好难，好难哦，第八抽，不是第九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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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一下，我们进入到最后一抽，什么？哇！哎，我要用中指放，所以可能会抽到剑啊！剑，哦哦哦！最后一抽抽到钻石剑，哇，好强啊，好强！好，我们的下一集就是，下一集就是做那个这个教学，这个小雪，等明天吧，我明天有空。因为我要写一些功课，写一些功课，哎，好，就是啊，我们就是下一集明天我就拍教学，让你们有可能是今天啦，有可能我会写很快啦，我功课有可能写很快啦，我会拍啦，啊，好，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就是我们下次再见了，拜拜，再最后一抽，再一次抽就好了啦。哇，好烂！那另外一抽，就最后一抽得到钻石剑，这、就是第一抽啊。第二，下次的话我就那个这个介绍完之后，我们就玩这个，就玩这个。好，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我们就见了，再见。